所以来看到其实硕士税啊，都是好野人税，敢会当照时间政府所讲的时间开始来扣嘞？到底有问题无？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会再来举行了公听会，有绿色团体认为讲这个哦，硕士税的这草案无符合着社会期待，其实予人感觉讲这是故意的切割。有哪立委来认为讲政府若无做好完整的评估，就安尼轻轻公公来实施，这都会得苦，这厝价管的问题依然是无法度通解决。政府就要规定超花税，并且希望第七委员正式实施，引起各界关心。在今天的公听会中，有立委就认为，政府推超花税只是为了满足社会观感，第一步做好环境产业评估之下就实施，就算讲台北厝价都两成，老百姓也是买不起。奢侈税一旦实施下去，我们的产业影响会相当的大。那同时最少还有80,000人的一个失业，那同时影响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啊经济的一个状况啊，最少还会超过120亿。就是团体代表也认为，在规个草案条例规划中，超花片可能针对配草甲生活店保有类产品来扣税，针对贵松松的珠宝钱表高档却是无立地，根本就无符合社会期待，而且二手处被摆脱扣税也是挑工出怪做坏。在土地交易的这个部分，土地房屋交易的这个部分，只有短短的两年了、限期就说事实上很短。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是抓小放大，我们打只是打口袋不深的、不够深的，大的口袋够深的、够有钱的，就是说投机客。就放过。针对超花税中，摆渡二手厝的做法，财政部认为二手厝不是不动产，所以才会摆渡。不过财政部也强调，即马正伫调查大租客钻牛的行为。那各国税局都在查，效果很好。事实上，那就是所得税的问题了。而且所得税税率是40%，啊，就是那个所得哈，40%，所以可能比这个还重。另外，有珠宝业者认为，双欧是六 K 来代观光的重要消费，但是扣税影响到因商城业绩。财政部再度强调，吃花片的重点是伫保育类，唔是保育类收藏品，咁要扣税会甲农委会做详细讨论。记者综合。